他怎么了？杨淼做那事儿。哎妈的，不是这样。画画。哎，你的粉，你的粉还没拿过来呢，粉。粉呀、啊，我那汤浇匀了哈，你等会接回来。他把汤都蘸上哈，他蘸上什么什么的。我看你不能什么呀？不能就放下了。是吧？咱的那个是。我这边可绿了，放个坛子这个事儿就能完事了。咱们那你看放这里哈，连那个桌也不用放，咱们能不能做？咱们这手机哪个能那么大？那你以后上客户那里不行，你就做嘛。你那个东西没用啊，家伙。你就能做，咱们这不管弄，我这也不管弄。我那底下人呢？我过来的，没洗手。你别再回来，快去了。再往里倒就行了，还赔那有手吗？不管了，再过来。没事儿。都一种唱不一样啊。慢点的开开呀。我走过来，我走走往整齐的。是吧？那个放了，走了。